边的一个爱心。All right， 我就有另外一朵喽。Looks nice， 素不素？哈、哦，哎，我画的很大颗，就大粒呗。OK， 来，我的画另外一边好了。其实你也可以转过来画，就说这个图啊，它花朵其实它有很多的面向。So if you want to， 你也可以转过来画。我画到这里，一颗，然后这边是两颗，然后这里接一个，它就藏在后面了啦哈。但是上面的这颗爱心还是看得到。哟吼，哎，我可以很快就画完了，加劲。对呀、啊，我画那么大颗，好吧？因为要给大家看，在镜头上面看看得清楚一点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好了，我这一颗画小颗一点，画小颗一点哈，这样。